吉姆琼斯所创立的教派，他竟然有教徒私底下偷偷塞纸条给那个参议员，说救救我们，我们受不了，我们要逃走，可是逃不了。事实上也有一些人成功逃跑了。那后来那个参议员收到了之后，他想说回去美国要揭发。你知道他在上飞机之前，立刻被这个吉姆琼斯教主他的这个政报部队、他的军队给射杀。哇塞！杀了美国参议员是大罪。对啊。美国总统和甚至国防部五角大家可以出兵。吉姆琼斯大家知道他这个人民圣教殿的琼斯教派面临那个大难来临了，所以干脆他下令他所有的上千名教徒一起集体自尽。